讲到募心募款，我一直认为这是咱身为情书地主的本分事，在生活中去履行，去付出。我有一个会员，受到咱无明方的这个影响，对咱组织非常无谅解。啊，一届因缘下，我邀请伊来参加咱的岁末祝福。当活动结束的时阵，伊满面的这个眼泪，甲道出伊满心的这个忏悔。伊唔知咱组织对社会贡献甲付出遐尼啊多，即卖伊不仅伊参加是咱的会员，即卖连因爸爸妈妈全家伙啊拢加入咱的会员。另外，我有一个企业家的朋友，当咱国内发生灾难的时阵，伊时常有一个疑问，就是所有的媒体内面永远看袂到咱组织人的形影。我当下随阿伊讲，阮行伫上头前，做到上后壁。建议伊改看咱搭的电视台，啊，所以伊即摆改看咱搭的电视台了。伊即摆知影咱搭的电视台是一个暴政导师的媒体，所以伊即摆不仅加入咱的会员，而且嘛成为咱搭的电视台忠实的这个观众啊，今年每一个月我拢有新的这个会员加入期盼我以后每一个月都有新的这个会员三星募银的爱心，会当阁有增加愈侪人来加入咱组织这个行列。所有感动的都是如常学佛人呐、听法如常，说法如常，传法如常。这就是佛教徒该学习的一切如常。慈济人很不简单，听很精进的听，说很用心的说，更重要的那就是身体力行，因为大家如是闻，如是说，如是行，如是知与见，一眼观时，千眼观。慈济人呐、同时的知见呐、低见呐。刚一个时阵知影，刚一个时阵看到，同会不就是同时知、同时见吗？我们无法到同会去，可是呢，现在科技及时传声、传影。就大家人的眼睛接触到了，一根开始触动那一念心，那种感应啦，而且心意啦，同时触动，所以我们要大家来慕心。就如九一年一百岁的独居老人，我们菩萨陪伴来了，他送我一串呐、念珠。他说：“师父，我本来想要出家，这挂念珠呢是准备迄个时要出家的念珠。”我把这罐念珠上好舒服，他同时呢再提一个竹筒，伊也讲啊，这是我平时啦累积的，伊嘛知影讲哦，这是非洲啦要救济，我得到这两项物件，亲像得到宝同款。一百岁头脑遐清楚，
知影讲点滴累积，就是要去救济苦难人。所以在我的眼中，这些钱真大，真大。总共一句呢，爱。我常常爱甲慈济人说，见人讲慈济，看到人爱讲慈济。去年哈，见习的时阵哈，啊参加木心木爱，其实哈，木心木爱哈，我会碰到无法度的人啦。啊哈，啊你要安怎呢？我就想讲哈，咱得爱多文化，身心性洁，自然就有法度。啊，所以我就一个一个一个，甲伊牵引进来哈。啊，我目前哈是有70位会员，啊45户。啊，我常常就甲家己讲哈。咱3分是靠人民，啊7分就爱靠打拼，啊打拼就是爱讲慈济啊，逢人说慈济啊，啊我诶人精进加精进吼，啊喏你打拼做慈济，啊逢人说慈济，啊要启动更多人更多人那种慈悲力，他的那一份心感恩，很感动哈、哦，这都是呢，我们如何把。话脉去传吼，安尼一滴一滴传落去啦，更能呢慈济宗门大开啦，那造福人，用爱呢一棒棒的传，一个个的接进来，没有传出去就无法。接近来啦，感动的事真多啊！是啊，大家莫忘那一年，曾经有无名风吹过，这一阵无名风呢，也许灯在摇摆，也许呢。有灯吹熄，还好啊，有了灯，还是摇摆中呢，再保持下来。那只要有灯在，熄灭掉的灯，还有因缘，再把它传出来，这个。中团心灯啊，心灯再燃起来，会更牢固。这呢，也是常常讲啊，这困难就是力量，因为有困难呐、啊，打造出了我们的力量。这。一分一点的力量啊，就给大家有那一分的凝聚，分量共凝聚，一分一的共凝聚。我们呐、啊，有可以用口说的，人人都可以用口说的，还有人呢，人人可以用笔。写的更有人呐、啊，也能力行，身体力行去做的，所以能说能写能做，从本地做还可以呢。感恩科技，助来助人，把握因缘呐、啊，可以。把法呢传遍全球。那下回啦，我们要净化人心，唔通去有一点点嘛，诶，是呀，非呀，啊，脸色啊，声音啊，就障碍到了。我们要心无障碍，才能。往前前进，就所以哦，3分靠因缘呐，7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感恩呐、啊，自行善呐、啊，自行善法呐、啊，也可以作为人间的典范，给大家人祝福。希望人人呢，都是人间典范，带出了皆有情人，进入咱的慈济的大家庭，共善造福哦，是感恩大家的净化人心，多用心啊，感恩。